近日网上疯传，香港女星梁洛施在加拿大领证结婚，对象是相差26岁的浪子歌手王杰，为演艺圈投下震撼弹。自称香港娱乐记者的猪皮爆料，定居于加拿大的王杰和一名富婆如胶似漆，接着指出是英皇好友梁洛施吗？暗指两人于加拿大领证结婚，让此事闹得沸沸扬扬。就连在 YouTube 输入王杰、梁洛施等关键字，都会出现许多相关影片。对此，梁洛施经纪人驳斥此传闻，除了强调女方还是单身，更扬言对这些无中生有的不实报道将保留法律追究权。而先前有过两段婚姻的王杰，被经纪人告知他与梁洛施的喜讯在网络疯传后，第一个反应可以说是满脸疑惑，完全搞不清楚发生何事，还尴尬反问：今天是愚人节吗？不解为何会突然传出自己梅开三度的消息。如今目前有关王杰的爆料影片也已经遭到删除，